号房客人该到了吧？他这已经接了。哎，刘保罗，哎，这位客人跟董事长同样姓刘，哎，该不会是他们刘家的亲戚吧？李经理，你认不认识？没听过。哎，说不定啊，是新任的总经理。可是不是说了是个日本人叫什么高桥幸夫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对对。董事长说归说，我才不相信哎，这里是个烟幕弹。董事长何等精明，不可把这么大的事业交给外人来管理的、嗯、来的一定是自己人。哎，说不定啊，是董事长的私生子。喂，来了来了。我来就可以了，我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刘先生你好，欢迎到湖山饭店啊！我是客户部的主任，我叫蔡孟昭，很荣幸为您服务。哎，先生不好意思，我来就可以了。啊，谢谢您。哎，我来。先生，好，那边请。你在这里稍后，我帮你办其他客人，然后立刻送你到你房间。请稍后。等一下，我要用现金结账。啊，是，我会处理。你好，我要住房。麻烦证件。谢谢。李新华先生，请问您要住几天？希望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房间？嗯，随便，一般的客房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哎，我要先看看房间。好。嗯。经理，我先送所有到房客人过去。好。